香港知名看雨家麦玲玲日前称，在去年刚传出摄影师曹郁向姚晨求婚时，就曾说过，按姚晨的流年运势，他在2012至2013年也属亦有喜事之流年运，如今男友求婚成功，两人最好能在2013年以前落实婚礼，那么2014年以前姚晨的流年运势更有利生儿育女，渴望喜上加喜。两人结婚不久果然已造人成功，近日更诞下灵儿小土豆，为娱乐圈增添一份喜气，也正合乎麦玲玲的预测。麦玲玲近日又称，看姚晨的运势，他于未来两年还有利再次添丁，至于小土豆的命格也不错，欢星透出，主读书成绩优良，处事也甚有责任感，有利成为人事，只是小土豆命格同时也有土为水之象，情绪间中不稳，需要从小多多开导为佳。娱乐99张礼报道。